的一个协定。那 DHCP 就是大家拿来动态分配 IP 的一个协定。那这三个有什么问题呢？因为这三个东西全部都没有经过任何验证、认证，对，所以就变成说，任何人都可以以任何人的身份去发送这些封包。那 A 传给 B，C 也可以传给 B， 说我是 A， 那这样就会造成很多很多问题。然后 DHCP 的部分是，它可以无止境的去要求 IP 之类的，把你的 DHCP 的那个 IP 池全部用光，那就是在上面写 DHCP starvation。那 DHCP spoofing 就是它可以，可能伪装成恶意的 DHCP， 对，这样，那这都会造成你在 layer 3就面临到很大的安全问题。对，虽然是在区网内，但是现在随着 work from home 的趋势，你现在很多 VPN 一直连，全部都连进内网，那你的内网也变得逐渐不安全，所以内网安全好像也越来越受到重视。那演进到 IPv6 就没有 ARP、ICMP、DHCP 分开来了，它取而代之的是有个叫 Nihaber Discovery Protocol NDP。然后它是一种 ICMP 没错，不过是 ICMP V6， 对。然后它定义了五种 ICMP 的讯息，这个等一下会提到这五个讯息到底是干嘛用的。对，好，大家稍微瞄一下它的结构就好了。然后首先先讲那个 Nihaber Solicitation， 我们简称 NS。后面都讲缩写就好，不然太难念了。然后它有点类似，它有点类似 ICMP 的功能，它可以多播给整个网路，然后让大家去回应你说谁存在。那也可以主动去问某一个，去问你存在吗？对。那它的用途跟 ARP 类似。都可以拿到他的回应，都会拿到对方的那个 layer 2的 address， 然后也可以拿来检测 IP 冲突。因为假如你发了一个，你对一个 IP 发 NS， 结果发现有人回你，那就代表说有人在用这个 IP 嘛，对，那就代表 IP 有冲突。然后 NA 就是回应 NS 用的，表达该 IP 存活的一个讯息类别，然后它里面的 payload 会附带自己的 layer 2 address， 对，然后它也可以主动定期发送，告知这个网路我还存在的。然后 RS 那个就是变成 router 版的，就是它要找愿意帮你转送封包的 gateway 嘛，然后。RA 就是回应 RS 说，我这个 router 我愿意帮你转送封包出去，然后他也可以主动广播，然后让大家知道这里有个 gateway， 大家可以转送它出去。然后这通常主机如果只有找到一个 RA 的话，就会把它设成 default gateway 嘛，合理。然后第五个是 redirect， 那它是。表达这是一个 router 说他想要推荐你另外一个 router 当做你的吓一跳，就是 gateway 的话，那他就会发这个讯息。但是这是推荐而已，他没有强制说你一定要去 router 2， 你还是可以跟 router 1继续通讯。对，那这些一样存在的 IPv 是有的问题，他依然没有任何验证方式。所以它一样可以做 spoofing， 就是伪造。那它一样也可以做 DOS， 因为它一样没有验证，你一样可以去回应说每个 IP 都冲突，每个 IP 都存在。对。好，那有人一定会问 ，IPv6 当初规格有说 IPsec，
然后后来他把它改成可选的 optional。那为什么不用 IPsec 呢？IPsec 其实有蛮多问题的，就是它是一个隐私加密导向的东西，就是它是拿来做 VPN。那如果用在区网上，它就有点杀鸡用牛刀。它并在区网上，你并不需要加密去传输这些IP 的交流过程，就是 NDP 的过程，你不需要加密它，你只是要确保它不可否认，就是那是对方发出的，不是有人仿冒它发出的。然后确保讯息的完整性，就是确保它做 A 做的操作传到你手上还是正确的。对，那 IPsec 它第一个是加密，这就让它的效能已经不佳了，对，它不适合用在 NDP 上面。然后第二个是设定复杂，你需要先知道 pre-share key， 然后之后你还要 IKE， 就是那个什么 公司要交换什么的，然后你有各种还要用其他的验证方式去验证你的身份。那这对于一个我只想要插到网络上，然后就可以用的电脑来说，这非常的复杂，然后也不适用于几百台。因为几百台的话，你的网管可能就要设定有几百个的设定档，所以就到我们今天这个东西的用意了。对，SEND 是它相容于原本的 NDP， 那它的做法是它新增多个 NDP 的 message options。那这张图刚才大家可能有看过。我刚才放在下面，那它就是最后一个，它就是更一些选项，它就可以让之后的协定去把额外资料塞在这个 message option 里面。那它就塞了这六个，其实后来好像不止这六个，还有更多。反正那些 message option 就是定义了一些新的资料格式，那不用管那个资料格式长怎样，反正你要知道是里面资料到底是干嘛用的。那首先，那这个东西，这个 SEND 到底为什么可以防御那个刚才所说的什么仿冒啊 DOS 的问题？那首先，它先用了数位签章达成不可否认性，就是。那个 A 发的，你一定知道是 A 发的，不会是 B 发的，因为你有数位签章，私钥只有他有，除非他的私钥被偷了。对，那第二个是杂凑，他用杂凑把 IP 跟公钥绑在一起，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就等一下会讲。然后第三个是信任凭证链，这是你封包要经过 router 的时候，你要找一个 gateway， 那。你要如何找一个合法，然后你信任的 gateway 就是一个问题了，对。所以他用引入了凭证链的机制。然后首先我们要先讲一个叫又要讲一个新名词叫 CGA， 那 CGA 是刚才说的杂凑的一环，对，它是一个。它是顾名思义，它是一个 address 嘛，它最后是 address， 对，所以它是一个 IPv6 地址。那它是用杂凑生成的，目的就是要绑定 IP 跟公钥。那怎么绑定的？等一下会稍微讲解一下它的演算法。那这样的好处是你不需要像一般的机构一样，你去一般的那个凭证一样，你需要架一个 PKI 啊。还是你要加一个，反正就是 CA 之类的东西。然后它会利用刚才讲到其中一个 message option， 就叫 CGA option 传递这个 parameters。然后要怎么产生这个地址，就会提到 CGA generation， 就是它的一个演算法。那它的演算法是固定的，你输入一样的参数，那它的输出就永远是会同一个地址啊，输入不同也有可能是同一个，那就是发生
那个杂凑碰撞 hash collision， 然后他还引入了一些 proof of work POW 的机制，要提高暴力破解难度。那讲那么多，来看一下，它的 input 跟 output 很简单。那首先，它第一步，它有分两大步骤。那第一步呢，就是防止暴力破解。那怎么防止暴力破解呢？就是你会随机产生一个叫 modify 的数字变数，然后跟公钥合起来一起做下腕，然后下腕的值就是杂凑完的值，前面16乘上 sec 这个变数的位元全部都要是零，才能通过这个 proof of work。那这件事就导致了你要逆推跟暴力破解是非常非常困难，尤其是你 sec 越高，代表你下腕 hash 出来的结果要前面要很多的零，那这个难度很高，跟挖矿类似。对。然后第二步是把第一步的那个 modifier 拿来用，就是确保说它是通过第一步的那个 proof of work 的检测验证，然后它才能到第二关。第二关就是产生一个 CGA， 产生一个地址。那他再做一次下腕，他这次做下腕意义是把所有你要的资讯全部都放在一起，确保你生出来资那个地址跟那些资讯是吻合的。对，然后生出来后，你还要检查你生出来地址有没有跟别人碰撞到，就是重复掉。然后 procedural code 有兴趣再看就好。然后接下来要讲，我生成一个地址，然后呢，那接收方要怎么确认这真的是你，真的是有那把私钥的，有那把那个正确的传送者，而不是仿冒的攻击者。那首先，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讯息后面都会附带一个 CGA option， 对，所以接收者也可以拿到那个 parameters， 那接收者可以拿到 parameters， 就代表他可以生出一模一样的 CGA。那假如传送就是你的 ICMP 封包里面你的 source address 跟你 CGA 生出那个 CGA 演算法生出来的长得不一样，就代表要不就是那个 source address 被改过，要不就是你 CGA parameter 被改过。对，那这样就可以确保说，你那个封包跟你的那个 parameters 跟你的 IP 是绑在一起的。但是大家又会想到，就好像怪怪的，它原理的确是杂凑函数啊，对吧？它，我看一下，这里，因为刚才有说嘛。你要逆推一个杂凑函数是非常困难的，然后加上你要逆推一个 prefix， 就是前16乘上 sec 位元全部都要是零的一个 hash 值是更困难的事情，所以它可以防止大家随便伪造一个 CGA parameters， 然后就通过这个检测。那大家又想到了。那大家只要把 parameters copy 出来，然后塞到我自己的那个攻击者讯息里面，不就绕过了吗？那这就提到刚才为什么我要把公钥也一起拿去做下腕的用意了。因为我们接下来会塞一个私钥签章在讯息后面，它会用到的是好像是 RSA signature option 吧。然后它会塞在里面传递数位签章，那数位签章是签什么？签整个 NDP 封包，然后用那个传送者私钥签 NDP 封包，然后生成一个数位签章，然后放在封包后面。然后接收者拿到这个封包以后，除了做完 CGA 的验证以外，验证
CJ parameters 跟 IP 是符合的以外，他还会把 parameters 里面的公钥拿出来去解这个签章，看这个签章是不是对的。如果 CJ parameters 他解出来不对，那就代表私钥有错嘛，就不是那把传送者的私钥，那可能是攻击者的私钥，那就会失败，因为攻击者通常不会有传送者的私钥嘛，因为私钥通常被保护好，所以你就算复制了 CJ parameters， 你复制的是传送者的公私钥对，而不是你的公私钥对，你只有他的公钥，你没有他的私钥，所以你过不了数位签章这一关。然后又有人在想到，那我整个封包重送呢？哎，这大家都知道，这老招了，所以就放了时间戳跟随机变数。这个时间戳就是防止你送了，然后隔一段时间你再送嘛。那 nonce 就是确保你在短时间内不会接受到同样的封包。假如你合法的封包在三秒前传了一个 nonce 为1000的，啊，你重新传送这个封包，然后他可能在十秒后又接到一个 nonce 为1000的，那他就会把它丢掉。对，这好像在现在的那个什么车，那个远端解锁车辆好像蛮常见的。对，然后接下来要讲那个 router 方面的部分，因为除了你好不容易验证了对方这台装置它的确是合法的 IP 拥有者，那接下来还要你要出去，你要能成功发封包出去，你还要过 router 去有人帮你转发嘛，或是有人帮你 NAT 之类的，那 router 的选择也是很重要的，所以 router 也需要经过授权验证。然后它这个就比较一般，这个想法跟现在的 TLS 就是 HTTPS 的那个凭证的机制类似，只是它名词改了。然后 router 要被信任，就是它的凭证链要被信任才能当做 gateway。然后它新增两个那个 ICMPv6 的 message type， 啊，不重要。然后 Trust Anchor 它 Anchor 它就是类似现在的 CA， 大家在讲什么台湾 CA 啊，什么 DigiSign CA 啊，对吧？就是类似那个东西。然后它签发凭证给 Router， 然后一般的主机会存一个Trust Anchor 清单，就像现在系统里面会存的那个 Trust CA 一样，对，然后它也可以信任多个，然后一个它这两个 Messaging Type 很简单，就是一个是要凭证链，另外一个就是回应凭证链。好，那我今天的简报差不多到这里，那我总结一下，就是它的确是一个可以算是大规模，然后在不受信任的环境下，你依然可以生出一个可以验证对方的合法性的一个方案，然后用在无线网络或是公共电脑都很适合。然后，但是呢，它像 SLAAC 一样，它因为它是用演算法生成的，所以它无法指定你的 IP 地址，而且它算是一个实作有点复杂的东西，因为毕竟它牵扯到非对称式加密。对，那这部分实作还蛮少的，尤其是实作在 Layer 3的，我目前还没有找到，好像只有 Cisco 有。对，然后它是一个比 IPsec 更为妥善、更为适合的认证方式，它不用像 IPsec 一样加密。不过它总结就是它现在它是一个好东西，但是 IPv6 普及度很低，然后在 IPv6 上关注这方面的人更少了，所以它的实作普及度更低，目前各大 OS 好像都不支援，但是有兴趣可以用 SCAPI 去写一个，
然后我目前只有查到 Cisco 的 iOS 好像有支援，这我不清楚，我没有买过 Cisco， 买不起。好，然后都是 RSC。好，谢谢大家。